我他娘让你回山里边，山里来了！等会儿，他没跟你说什么吧？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还没证实呢。什么叫没证实？早说晚说都得说，你要什么时候告诉他？说他娘说了就能死啊！ 就这么听导演一面之词，我必须亲自问问他。豆娘，豆娘，你千万别去。要真是像刚才那个后生说的那样，你会有危险的。小石，你现在真的不能去。哎，真的不能去。导，你听我说，他现在真的太危险了。你是不是也知道什么？ 你要想去，我替你把人找回来，好不好？啊！你让开！你不能去！你让开！不能去！走！放下来！放下来！各位乡亲父老，你们都看清楚了啊！后面那几个就是当共产党的下场。 哎，你们在家里头走老实是了啊，别到时候落入这个下场，知不知道？队长，这都有半天了，咱们接下来什么安排？老规矩，先游街，游够了之后，哪儿人多往哪儿扎。哎，吴干既然已经冒头了，估摸着他也快动手了。是，回来，悠着点。 张如生就是黄玉，现在是殉道队队长。我听说他现在专门负责余国明的三次传血任务，害死了200多条人命，全都是亲共的和亲共家属。豆娘是清白的，他现在被我们关在一个革命群众家里，他受的打击很大。吴干，现在你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可是几次设置胶皮。 我有40几个兄弟都被余国明抓了起来，严刑拷打胜不辱死。我呢，跟他们约好，今天晚上虚实炸了弹药库，把他们救出来。虚实？还是3个时辰了。吴干，我希望你们取消今天的行动。什么？你们的营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可是。 没有可是，你们的计划是你们的事儿，我的人在里边遭罪受苦，我一刻都不让他们在里边多待。
老王，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，我们这次必须利用这个机会，跟上级请示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希望能一举解放合阳县。解放合阳县。 豆娘，豆娘，婶子在这儿陪你说会儿话吧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你不能憋着，你这么憋着就是憋出病来的。娘，让我陪陪豆吧。行，她这一天也没喝水了。 你劝劝他，多大的事儿都别往心里去啊！我去给烧点水。嗯。姐，你还好吗？秀儿，帮姐把门打开吧。 行了，这要是放你出来，你去找那个畜生，那多危险啊！我就想帮你叔叔逃。给您信，苏政委和袁参谋已经和上级联系上了，这是传回来的消息。 上级命令我们原地待命，三日内援兵到达合阳县城，到时候跟你的弟兄们联合起来，解放合阳县。解放合阳县。嗯。秀儿，豆娘呢？ 他说他去找黄玉了。你这孩子呀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进到我的兵营，还抄了我的弹药库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哈哈，你们竟然能让他如入无人之境，你们都干什么吃的？真是给我脸上贴金呢！为什么没人早点告诉我？ 我在许下，曾是秦豆娘的邻居，她非常确定的说，知道了秦豆娘做的错，我派人去那个作坊查过，可是没有结果。秦豆娘的消息不管是真是假，可这吴干呢？吴干你们是真真切切看到了，到我的兵营还拿我的东西，这是公开跟我叫板呢，传我的命令。 从即日起，我带着城内要搜查，城门也要设卡，过往百姓一律严查。是。都散了吧。哎，袁队长，你说的那是哪家醋啊？我也去买点尝尝去。张队长，又要抢功吧？就是想买点醋。我看这次。 还是我们各显本事，看谁先抓到秦豆娘吧。张队长，哎，站着。你叫孟广才，啊？张队长有啥事儿啊？ 于团长正让我问你，你说你吃到了你家邻居秦豆做的醋，对呀。哎，张队长怎么突然问这事儿？因为我也喜欢醋，咱们都是山西人嘛。有句话叫“煮水而居”，我呢是“煮醋而居”。那你说的这家醋店在哪儿啊？我也好差人给我带点儿。
留下醋作坊，再麻时间。谢了，不客气。王玉，会跟张汝生在一起？怎么样，豆儿，快来！你看，这是做饭的地儿。这是卧室，豆儿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在等待他的女主人的到来。你在这儿等我，我洗漱一下，换件衣服。好。
你饿吗？嗯，我还欠你一顿羊肉面鱼呢，我做给你吃。豆儿，我等这一天，等你这口羊肉面鱼，等得太久太久。 对不住啊，我没看住豆娘。跟你没关系，一开始就不该把她关进来。咱们这么一关，心里那个劲儿就更大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还让豆儿去找黄玉那个杀人畜生吗？你们先藏着，我先躲躲。最近搜查。来了来了，谁呀？谁呀？ 儿子，干一下，兄弟们呢？都听成了。我昨天让他藏起来了。藏哪儿了？在余国明家附近，一旦有什么危险，第一时间翻进余国明家，把他的家人都控制起来，不能让他娘俩个腚子找。好主意。但是有一样，你不能请余光东。余国明不是吃素的。 千万不能让兄弟们有危险，放心吧，我有数。等会儿，找黄玉去了，一个人。嗯，那你还杵这干嘛？去帮他去。我也想找。黄玉在哪儿呢？ 交给我吧，汪先生。嗯，有一会儿当兵的正往这边来呢，哎呀，挨后的再搜查，说是身份不清楚的，都要抓走。儿子，这个地方不能待了，我们马上分散。汪先生，那豆儿呢？你还是让我留下来等豆儿吧。当然，到时候你跟怀子先去跟兄弟们会合，等有了豆儿的消息，我就找你们。这样，商姨娘。 最好的办法是你跟我们一起走，离开县城，这样最安全。吴干，你去与你们的弟兄会合吧。好，凤山。如果豆娘有消息，一定想办法让她离开县城。哎，那搜捕黄玉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此人经验多，心机重，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同志受到伤害了。放心吧，老镇长。 如果豆娘回来，我不会让她再乱跑了。我之前在保长那儿已经通融过，保长的花名册上有她的名字，她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我会尽快让她出城去找你们。要走现在就得走，北城门盘查还不严，我们的几张通行证应该可以混得出去。我就怕，余国明如果真的戒备起来，那时候我们出城就都难了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如果豆儿真出了什么意外。
我们不就成最后知道消息的人了吗？孟先生，你还是让我留下来吧，可以吗？大家不要急，我们的同志会时刻盯着黄玉的动向，一旦有情况会及时到这通知我们的。对，我们寻找黄玉的同事也会寻找豆娘的，大家放心。彤彤，根据你的吩咐，城墙上的火力点将在七八天后竣工，到时候请你前去检查。 嗯，腾总，咱们申请的弹药、粮草、辎重，也会在三天内到达团部兵营。卑职认为，共军纵然斗胆攻打我县，但是咱们也不是吃素的，我们战友有利地形，同时可以向绥靖公署申请空军支援，到时候让这帮共党也见识见识咱们的手段。空军支援。 虽然现在的状况不容乐观，但是还没到那一步。宁宁，战事已开，所有碉堡火力全部从外面锁死，敢有未战的后退者，杀无赦。是。海愣着干嘛呀？赶紧坐吧。快坐。豆儿，来。豆儿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不说话呀？ 好不容易找到你了，我就想这么静静的坐着，好好的看着你。豆儿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 你知道吗？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我。当然了，如果不是为了你，诊所出。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有了他们，我们以后就可以过上好日子。我也可以带着你远走高飞。豆儿，你不是也一直都在找我吗？
快把这碗面鱼吃了吧，要不都该凉了。 这第一杯酒，我敬马武，我感谢他，追了一曲大竹篇，救了我一命。这第二杯酒，我敬曹大叔。 感谢曹大叔在军营里面对我的照顾。这第三杯酒，我敬老方同志，感谢他来参加你我。 这第四杯酒，我敬碎碎。如果不是他，死的人就是我。你要知道我是你爹，别离开我！这第五杯。 你一个家，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家。我想让你幸福，我想让你过上好的生活。难道我错了吗？那他们就该死。 那他们就该死吗？你应该还记得这个小美人吧？以前你去执行任务之前。
我都会把那个新郎的小面人给你，让他陪着去，让你把他给我带回来。所以，到自从这次以后，这个新娘的小面人我就一直都带到身上。 看见了他，我就好像看到了你，我就感觉你回来了，我就感觉你一直都陪在我的身边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一直扛下来，我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。 都，真的，我现在特别怕死，我真的，我现在特别特别的怕死，因为我怕我死了以后，把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知道吗？都，我真的是。 这要是窦娘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看你后悔不后悔吧？窦娘不会有事的，她那么厉害，所有人都怕她。再厉害，那也是个女人。是有人敲门吗？我去看看。
么了这是？啊！哎呦，你这个孩子，你这是去哪儿了呀？啊，是不是冻了一宿啊？娘，姜汤熬好了。哎，来来，快喝点。来，快喝点。哎呦，你三姐呀，和汪先生让我告诉你，你回来了，赶紧出城，解放军已经到北山了，让你去找他们呢。刘师长，哦，老王，小涛，山小娘，来来来，这边。啊，这儿。来，给你们传达一下军区首长的决定。根据情报显示，河阳县于国民部还没有完全掌握我们的行动，经上级研究决定，改变原本作为战略牵制任务的河阳县战斗部署，提前解放河阳县，由独立团作为主攻部队，各县大队抽调部分兵力进行破坏道路和通信任务，堵截敌人的增援部队，同时由你们说的那个吴干在县城策应敌人部分部队战场起义，里应外合，最后攻城时间定在后天破晓前，争取在12小时内结束战斗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时间紧迫，那得把这个消息赶紧告诉城里的同志们了。汪先生，我进城吧，我把消息告诉范祖阳和吴干他们，让他们也有个心理准备。我看行。刘师长，你看呢？这可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任务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放心吧，刘师长，这段时间找豆娘，县城我也熟悉的差不多了。只不过，豆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我这心实在是放不下。在目前没有封城之前，速去速回。嗯。报，进来。报告同座，严三进手下的小队长孟广才想见你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报告团长，我亲眼看见秦豆杀死了张如生，我和秦豆搏斗了半天，因为我受了伤，所以没有抓到秦豆。你说什么？张如生死了？对，死了，我看的是清清楚楚。和秦豆娘，嗯，还敢在我河阳县竟然杀了张如生？那你的伤不要紧吧？报团长，伤不成问题，只要是能抓住秦豆娘，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庆上不下火线的勇士。孟广才，听命。是，我现在任命你为训导队的新队长，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带人把秦豆娘给我抓回来。多谢团长栽培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是。我必须要快点出城，去找组织。我要告诉他们，那个叛徒让我给除掉了。豆娘，那你千万要小心啊！这样遇到什么事儿，赶紧回来啊！豆儿，豆儿，怎么样？找到黄玉了吗？他在哪儿？他三姐，豆娘把那个畜生给杀了。豆儿，豆儿，是真的吗？那妹子啊！姐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
舍不得呀，那是我比你亲手杀了他，我不能让他再害人，我不能让他再做坏事。这一晚上你都经历了啥呀？